欢迎收睇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嘅节目《湾区传媒体》，我系陶冠琪，我系刘学希，祝大家新年快乐！我哋今日咧继续都会同你喺湾区出发，一起走遍国家唔同角落，从城市走到乡郊，游览国家嘅多种面貌。冇錯，粵港澳大灣區的最新動向，各式各樣新鮮資訊和勵志故事，你都可以在呢一度睇到。嗱，節目內容咁豐富咧，咁就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出發去南北快線啦！近日，非牟利学术机构香港渔猎学会由香港仔迁址去大埔，这个是一家集研究、教育和保育为一体的综合学术平台，致力于推广渔猎研究和知识。渔猎学会特别设计海纳百川 STREAM 课程，配合现时香港教育局对中小幼积极推广的 STEM 学习系统，纳入艺术 Art 和康乐 Recreation 元素，令学生可以透过亲身体验更深入地去了解大自然的奥秘。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2022年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验收结果的通知。广东开平孔雀湖国家湿地公园通过了国家验收，被授予国家湿地公园的称号。截至目前，广东已经建立国家级湿地公园27处，孔雀湖国家湿地公园规划总面积超过半数2500公顷，湿地面积超过2000公顷，湿地率超过80%。据调查统计，这个公园记录有野生维管植物604种，野生脊椎动物一共278种。沈阳的春节今年格外靓，重点街道张灯结彩，火树银花，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全市116条主要街道、42座过街天桥以及29处重要节点的节日氛围布置都极具节日气氛。共安装悬挂了红灯笼、中国结30000多组，还有各式的节日灯具43000多组，令整个沈阳都洋溢起浓厚的喜庆和节日氛围。广州城管计划修订居民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征求意见稿新增了特殊废弃物类别，包括大件垃圾、废弃年花年桔、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和装饰装修废弃物。大件垃圾应预约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物业公司又或者是分类收集单位回收，又或者投放至指定场所。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增的特殊废弃物不属于生活垃圾四大类，不可以投放入生活垃圾收集容器里面。另外，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厘清了厨余垃圾的范围，并根据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要求，将废药品列入其他垃圾。在节日期间咧，湾区各个城市咧都迎嚟非常多的游客去领略不同地方的风貌。咁讲真咧，如果有机会放假咧，我一定希望阿 Karen 你可以带我去广州饮饮食食。肯定冇问题啦，一定会热情招呼你，而且咧肯定要带你去最新荣获2022年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的小蛮腰睇下夜景。广州塔旅游区是广东省唯一入选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的景区，一同入选的还有中国天眼科普基地、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等12个知名园区。作为羊城地标的广州塔，除了外观靓、时尚，它的科技含量更加是令人叹为观止。个电梯好快噶噃，嗱，你咁高，咦，咁快到咯，咁呢个就是科技的体现啦。好高啦，好直啦。几大风都觉得冇嘢啦，咁咯。啊，就在它整体一个流畅型的设计上，就它的外表是那种钢结构的嘛，然后它也是根据那种风速一个流体的流动学整体来设计的一个。广州塔总高度600米，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高塔，它克服了前所未有的建筑难题。设计师将10000多个倾斜而且大小规格不同的钢结构精确组合在一起，实现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的绿色建筑理念。广州塔首创主被动混合调鞋控制系统，消减塔身晃动幅度，可以抵御8级地震、12级台风，设计使用年限超过100年，代表中国超高建筑设计建造技术的最高水平。一方面是设计上的美学，还有就是这个土木工程上建造施工这方面技术，然后还有就是综合了这种旅游开发，还有什么商务接待。
广州塔仲系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实行分时段观光同实名制购票嘅高塔景区，旅游同科技融合一齐走在前列。2018年引入 VR 在线游览系统，2020年打造广州塔阿尔法探索乐园，引入 XR 同埋 VR 虚拟旅游项目。2022年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建设，广州塔创新性开发塔身 LED 灯网，用幻彩灯光打开广州夜景嘅另一面。珠水润湘都，一塔耀新城。广州机场高速计划改扩建，将拓宽为双向10到12车道，部分路段更将拓宽14车道。目前勘察设计方案已经正式对外招标。苏先生住在花都，在佛山工作，很多时候他都会揸车走机场高速，接广珠西线去佛山。他说机场高速有时候都几塞车的，有些岔路口就塞车。在上面塞过最长的时间是塞多久？一般就节假日塞得多，平时都塞个10几20分钟，晚上6点，或者早上8点多。一般呢来回上班嘛，跨区的那种。机场高速的这个改扩建工程全长超过41公里，起点始于平沙互通，终点位于北兴互通，全线一共设有9个互通立交，其中改造现状互通7处，新建1处，另外还会在批头岭附近预留一个互通立交。你这施工你车道变少了，阵痛期应该是忍一忍就过了，以后还是好的。对对对，机场高速改建工程将会分段实施，其中平沙至白云机场路段现状为双向8车道，扩建工程将在旧路两侧分离式新建，设置机场快速通道和运行通道，例如在平沙至到澎湖段将保持原有的4条单向车道，同时新建2条分离式2车道，组成双向12车道。澎湖至太城路段将会在保持原有4条单向车道的同时，新建3条分离式3车道，组成双向14车道。这一段亦都是整条机场高速最阔的一段。而白云机场到北兴段目前是双向6车道，未来将会拓宽成双向10车道。目前机场高速比较少服务区，这次的扩建工程将会新增一处九龙服务区，同时对既有的管理中心实施改造。党的20大报告中提到，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而在广州琶洲经济开发区有着多家高新企业、新经济产业聚集，其中包括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不断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位于广州琶洲经济开发区的这间科技公司是拥有完全自主可控 TPUMB 物联网技术的公司，实现从自然芯片、通讯模组、通讯基站网关、传感器到云平台端到端全链条的技术和产品研发。其中公司的匠心一号物联网芯片成功流片已经应用在我们城市的多个角落。在黄埔的瞌睡城已经布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城域网，智慧栏杆啊，还有一些水晶传感器啊，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去。医院里面的一些好像一些陪护床啊，一些紧急按钮啊，数据回传，还有一些水电表的数据采集。党的20大报告中提到，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现在广州一间科技公司不断推动完全自主安全可控的窄带物联专网核心通讯技术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进程。所以银河党的20大呢，国内对自持可控的物联网技术需求是爆炸性增长的，而现在我们正在全力研制相信2号芯片，融合了更多的先进的物理层算法，相信可以实现物联网物理层技术的弯道超车。近年来，海珠区重点发展以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算力算法算量为基础的数字产业体系，在广州琶洲经济开发区集聚了多家知名数字产业企业，具有良好的数字产业基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海珠区年均增长率达到20%以上。
我们将重点以琶洲经济开发区为引擎，深度借力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机遇，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产业服务等三个方面，让资源、产业、服务更加的适应和集聚，推动全区数字经济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打造广州中心城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地。细个嘅时候有一首童谣，其中一句是香山红叶香满天。北京香山的红叶咧，自细就印在脑海入边，成日都会希望爸爸妈妈带我去看下噶。但其实咧，而家红叶美景咧，只是近在咫尺嘅啫。广州嘅石门国家森林公园3000多亩嘅红叶迎嚟咗最佳嘅观赏期，我哋而家一齐睇睇红叶啊！满山红叶层林尽染，喺阳光嘅照射下，红叶嘅颜色特别鲜艳。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上红叶打卡。我是从北京过来，我觉得就是到的这个地方，这几棵小的还是挺漂亮，觉得这风格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这边是温暖如春，我觉得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家在北京那种就是已经很冷了。红叶的颜色和温度有关，而山脚和山顶的温度相差很大，所以沿着山路上山，一路上的红叶的风采都会不一样。嗰度一路上嚟嗰條路，即係路邊嗰種嗰種楓葉紅啊，紅得嚟好自然咯。哦，覺得即係可能喺太陽底下襯托得仲更加之靚，近距離接觸咧，感覺啊，即係望得清晰啲。紅光我都唔係好同色啊，即係一路咁變啊，好奇特。我喺依家呢個時候啊，有啲咁好嘅地方，梗係開心啦，係嘛？公园方面介绍，呢度嘅红叶一共有3000多亩，以枫香树同槭树为主，可以分为三大观赏点。个红叶要冷咧，就系个花青草出嚟，花青草出嚟咧要系骤冷。今年暖咗咁耐，突然间嗰几天一降温，降到好厉害。今年个红叶集中喺红叶林嗰片，然之后另外一片咧水景红叶喺石门嗰片会迟少少。另外咧，山頭嗰片珊瑚扣都係呢個時間噶啦。同往年相比，雖然今年嘅紅葉紅得比較遲，但係由於呢段時間嘅冷空氣十分之強勁，所以今年嘅紅葉紅得特別燦爛。目前仍然係紅葉最佳嘅觀賞期，預計將會持續到月底。今年公園繼續升級改造，觀賞紅葉最佳區域完善咗步行徑、休憩亭。部分區域實現了人車分流，而公園的梅花亦都準備盛開。近千畝的石門香雪將會同石門紅葉同賀新年。中山市氣象局統籌建設的中山市天文科普館和天象廳已經正式對外開放了，總佔地2000平方米，其中部分場館和設施創造了多項的中山之最。新場館又可以為觀眾帶來什麼的體驗呢？读紧高三的李同学同记者讲，自己是第一次参观天文馆，就被宇宙的浩瀚深深吸引住了。感觉特别激动，立马报名，然后今天早上就赶过来了。下次有机会一定会带着我家里的妹妹一起过来。我看到了一颗陨石，我觉得好玩。带小朋友来这里参观，觉得挺有意义的，因为之前都没有带他来过，然后第一次来这种地方，觉得挺好的。就是希望中山能有更多这样科普基地，那可以让我们父母带小孩来参观，然后多学习一些天文知识。其实这个馆呢，它是我们中山的第一个天文科普馆和天象厅，填补了我们在天文科普方面的一个空白吧。这些馆主要也是让我们小朋友呢培养他的兴趣，激发他这种梦想啊。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来讲也好啊，我对家长来也好啊，在接受这个天文科普教育方面应该是有帮助的。李良表示，两个场馆的开放不单止可以丰富小朋友的天文知识，还能够更大程度拓宽他们的宇宙视野。我们的天象厅呢，其实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球幕影院的这一部分，它主要是用来播放我们的高清制作的天文影片。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中间的这个天象仪。那天象仪主要是用来模拟我们真实的星空，达到我们在真实的一个能见度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看到真实星空的这样一个目的。在天文科普馆入面，记者仲见到一台具有极佳集光性能的80厘米口径反射式望远镜。
我们看到了这台望远镜呢，它是中山第一台，也是华南地区最好的一台反射式望远镜。一般来说，好天气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了，白天我们是不开放的。现在暂定的是每个月的农历初五和十六，这两天开放，晚上的8点到10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来看，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欢迎大家积极预约，踊跃参与吧。中山市气象局方面介绍，天文科普馆和天象厅只是整个科普教育中其中一个部分。中山市气象局方面仲正在统筹建设一处大约是2000平方米的科普馆。除了这两个展览馆之外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山脚啊，还在建设一个比现在更大、更全面、更现代化的一个气象的这个科学馆。这个、科学馆呢，目前正在建设当中。从中国海螺之都到中国海螺预制菜之都，斗门以白蕉海螺为小切口，做大做强预制菜产业。而家有预制菜加工企业29家。目前位于白蕉镇的斗门区预制菜产业园的建设正稳步推进，着力打造预制菜灯塔园区和广东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斗门区预制菜产业园规划总用地面积1250亩，分三期建设。目前一期项目的六兴冷链物流中心和成丰优品产业园项目已经投产，强劲供应链及集源水产品产业链共享平台项目正加速建设。整个一期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全部投产，而在目前已经投产的项目中，入驻了水产类、肉禽类、蔬菜类等预制菜加工企业10家，已建成水产品深加工厂房30万平方米、20万吨冷库容量，拥有预制菜加工区、冷链物流区两大功能。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预制菜产业园一期的加工车间里面，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是一片热闹的加工景象。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人们会将今天早上刚送过来新鲜的罗非鱼进行屠宰消杀，那之后呢，经过重重的制作之后，变成美味的预制菜供市民们享用。为主的产品呢，就是预制菜，有海鲈鱼、生鱼、罗非鱼。我们就希望那个大家把这个鱼、这个预制菜做强做大。我们呢，准备还到下一步呢，准备再到第二期，再拿了2万多平方的那个厂房，准备到时候再扩大产能嘛。目前产业园二期、三期项目亦都同步开展，根据预制菜产业发展需求，统筹布局预制菜半成品加工、包装、储存、新形态新品类创新等产业链环节，推进预制菜产业同休闲、旅游、文化产业深度融合，营造预制菜饮食文化的浓厚氛围。按照计划，斗门区预制菜产业园将会在两年内持续引进20个以上优质产业项目，导入产业投资50亿元，达产生产总值100亿以上，到2025年增加10个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形成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今日嘅融情岁月环节会同你介绍下呢一位喺台湾经营茶馆几十年，后来放弃原本生活，选择去到大湾区重新开始，彭金盛嘅故事。广州是对台工作大使，拥有近30000名的台胞。近年来，广州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吸引了不少台湾家庭举家迁徙去到广州定居。彭金盛曾经在台湾经营茶馆几十年，是穗台两地恢复交流交往之后第一批去到广州的台湾人。讲起1988年12月的大陆之旅，他亦都是记忆犹新。89年的元旦，我是在昆明市过的，回程的时候到了广州，住的是白天鹅，住了一个晚上。珠江边的白天鹅宾馆作为全国第一家5星级酒店，为彭金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05年，他受到台湾同行邀请去到广州芳村茶叶市场，发现了一个新天地。这台湾都没有的，这市场很大。
呢一位年过半百嘅台湾老茶人睇准咗广州嘅天时地利，话做就做。2005年，花地河畔嘅小茶馆就正式开张啦。彭金盛冇谂到嘅系，喺2018年，佢自己个仔彭友亦都带住佢嘅太太同埋个孙去到广州定居。其实我来大陆这个想法，从我小时候就有了。我小时候是生长在眷村，邻居都是各省的老伯伯啊，或者是说新组成的家庭，那里面是非常和乐的。朋友同太太原本都是台北的高等公务员，在台湾公务员是终身职业，当年一张的任命令就足以令到温馨的四人小家庭衣食无忧。但是爸爸在广州的生活亦都令到朋友看到另一种的可能，是不是应该放弃高薪安稳的生活，去到广州探索缤纷未知的可能呢？二月春风似剪刀。星期五的下午，朋友就按时去到学校门口接小朋友放学。个仔同个女分别在荔湾区的这一间公办小学读4年级和2年级。在4年前，正当个仔准备升读小学嗰一年，朋友夫妇就毅然决定辞去台湾公务员职务，去到广州发展。目前广州市的义务教育是全部免学费的。那再等一下啊，你帮我看一下哥哥出来没？哥哥，圆圆，来，我们跟着他走。来，我帮你背书包。其实我儿子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是很紧张，小孩子很快就可以融入这里。当我带着孩子接受这边的教育，我也带他去杭州啊，去海南岛，觉得是增加他的视野，他可以了解到说，世界他不是只有台湾。这个包肉的，我们叫肉粽，闽南话叫蚂蚱。这边就是河边，就可以直接看到划龙舟。小朋友。知不知道端午节是纪念哪个爱国诗人？知道吗？哇，这么厉害！你们是在学校学？从80年代尾彭金盛的广州之旅，去到2022年珠江边呢一间小茶馆的欢欣笑语，35年的光阴流逝，记录住一个台湾家庭的岁月迁移。这个是源自血脉相连的力量，更加是跟随时代脚步的抉择。我就看着广州的东塔西塔建起来，比台湾以前曾经世界第一高楼101大楼还大还高，就一下子就超越了。然后广东省的 GDP 也是从落后台湾，一下子就算我在广州这些年，它就超越了。近年来，广州市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为台胞提供更多同等待遇，更多发展机遇，共享广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果。我未来是希望他读大陆好的大学。在两岸三通便捷化、广州筑巢引凤常态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台胞带着父母、配偶和子女去到广州定居。我们中国啊，能够大家团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大时代，我们也很高兴能够亲身的经历到。他们对广州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充满了坚定信心。鸟瞰神州，精彩在线。候鸟过冬，除了会选择气候温暖适宜的地方，生态环境好坏其实都是他们选择的标准之一。河北省邢台市近年来不断加强水环境治理，加快水生态修复，成群的白天鹅今年亦都选择在那里过冬，他们的出现为当地增添了生机。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今天的湾区传媒体。就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拜拜。